水学传法讲座。台中关新社乡，平总干事，然后咱的老乡长、陈议员，啊，咱各位乡亲，啊，咱今日伫咱新社咧，伫这所在，或者新的社会，或者新社，那新社小所在，新社乡是大所在，新的社会。啊，拄则呢，咱听着咱平总干事、农会总干事咧，甲咱介绍新社乡遮尔济、遮尔济好个水果，遐尔济好个农产品，即甲地理有关系。啊，新社乡呢，即、這个所在东边呢，是吸收到大家溪各管出来遮尔清个水。安尼烤一年，包一年呢，哈、哦，所以这个水呢，山明水秀，而且面顶一大平台，对面咱的当时对面的山呢，哈、哦，四级山呢，宽坡掉咧，啊，这边呢，哈、哦，西平面呢，拄拄啊，水井啊面顶一级山，佫徛一个像一个印度的大土星，将整个大家溪的水啊。说啊，条条条，表面看起来新鲜嘞，啊，新鲜，无这种的高楼。事实上，这个所在已经创造地灵人杰。在民国73年的时候，拄啊一个好姻缘，我开始学行路行道。当时，咱的馆长陈家金先生。教我完啦，因为测量我经营中兴测量公司，新社测量者有好姻缘啊，所以啊，当时咧啊，当馆长阿姨咧啊，在咱台中馆咧啊，为着地方的建设，伊讲老师啊，张经理啊，好、啊、大家老朋友嘛。请你来我新社，我的故乡，甲行行看看好。我好啊，你若无去嫌，我就来咱新社，咱咧算中和嘛，吼、哦，算中和的所在。当我踏入中和的所在，看到咱陈馆长伊的厝咧，租厝咧，坐西五当，向着大家溪水咧，吼、哦，弯弯而来啊，我哇！好地理会出高人，会出高人啊！所以咱陈馆长呢，伊讲，阮祖公啊，足慈悲的，阮阿公哦，早时起来，拢面向太阳念太阳真经，每暗啊时咧向西咧念太阴真经。阿公伊所求的无求啥，求讲会出一挂地灵人杰，啊，会当好。服务咱国家，服务咱台湾这片土地，所以哈、啊、不出所料咧，上创一支笔，结果咱出一个哈，陈家金先生陈馆长，啊加咱听总干事
虽然无共性，伫天上在世间的愿望拢相像，来圆满着世间各人因缘的关系，有诶爱生迄个，有诶生迄个。啊，当时啊，我来到咱新社咧，啊，陈馆长的祖厝的时，也是大人，吼、哦，非常慈悲，非常慈悲，足足客气的。迄阵我才43岁，啊，即满61岁，哦，安尼来算我一年啊嘛。那咱老大人诶，伊啊袂讲哦，我是老大人，你囡仔人，哈、啊，咱。老大人啊，啊，第一道捧出来，下车，哎，少年兄，我歹势，我以上，我囡仔人，你甲叫少年兄，下车食茶。那当时啊，我就喊咱陈祖仪先生、陈科长，喊咱林茂生事务股的股长，啊，同坐到陈馆长啊的厝去。啊，第一只煞咧，后山行行看看咧，哎呀！真正地灵人杰，会出者真济真济，哈、啊、大智慧的贤人呐、啊，来服务咱社会。哈、啊、啦，要扫的时啊，拄啊心内有一个感觉，我讲馆长馆长，你伫浙江，哈、啊、听着毋着向安尼伫浙江嘞，啊西南边的所在，哈那像哈有合作。关掉了哦，啊！当馆长呢，伊讲无啦，哪有？我有啦，你看嘛，迄就是我的房间，一只香炉烧着啦，啊！陈夫人啊，啊，有啦，星云大师啊，星云大师啊，伊送伊一尊这大尊的金色的佛祖，啊，伊啊，甲锁哩拄啊底啊，啊，那锁哩金库，啊，那当馆长呢？伊讲，啊，都张经理啊，张经理啊，好、哦，你又错去啊，我绝对无错，啊、哦，绝对无错，而且入去摸一尊阿爸包条包，足水的，足水的咧，我掀开咧，一道金光闪闪，佛祖，释迦佛祖，星云大师上好诶，那么咧当馆长咧，啊，伊甲讲星云法师伫佛光山上好咧。哦，迄师傅啊，下家讲你爱好好拜，结果因为大金的非常忌惮，所以咱馆长呢真正自卑咧，想要甲收掉咧，结果甲佛祖收掉咧，一年时机到，哈、啊、现出来咧，我讲哎，你请出来拜，哈、啊、请出来拜，哈、啊、你对观境方面咧，你会真济不可思议的力量。结果请出来拜，啊，到尾啊，咱陈馆长呢，第二任过连最高票过连任，那陈馆长呢，伊甲讲老师啊，老师啊，奇怪哦。赞助维新电视公益广告开跑喽，欢迎各界。我从佛祖请出来以后，地位拢走出来，百姓的困难如何解决，我拢想袂到。这就是佛智慧了啦，佛智慧。所以各位啊，咱全国的同胞，你若有做佛祖像，你莫认为讲哦，我是囡仔，惊头莫去。啊，这佛祖呢，惊头莫去，你甲收金库，但最袂使哩，紧来甲摸出来，甲掀开，掀开外口，请出来，拍一头了，你请入去厅中央呢，然后用个红布啊，甲处理。安尼自然会开光点眼。我发觉就咱真侪人，吼、哦、有诶咧，啊，伊就想讲对佛祖嘛好啊，佛像嘛好啊，当然都甲钱咧啦。系啊，钱咧是你甲佛咧唱调，囡仔智慧未开。曾经在台中，台中市啊，有一间国中，美川路遐，啊校长咧，伊囡仔咧。好、哦，雄雄呢去一个潭佚佗，迄暝呢，这个太太看到外面一个白影在那走进来，走进来囡仔开始跳起来，哪像咧跳弹，跳弹啊，直直跳，直直跳啊，咧呼呼叫。有一天，哈、哦，这个校长娘，甲咱
功德会，咱的中国人甲净土功德会咧，哈，咱的副秘书长陈立伟先生，等下甲各位哈个介绍一寡咱功德会诶一寡啊业务。阿姨的妈妈呢，带只好妞妞去到我当时的台中，叫静修院。哈、啊，我唔知即个囡仔来安尼，先医医无效，外灵附身，外灵附身。哈、啊，我迄阵是学卜卦，我已经都学卜卦，我啊，好丢脸啊！你个佛祖像，你是安怎卷卷来藏伫迄条做抓人啊边啊？我哪有？我哪有？等下变起来，就是南投撇山岩，撇山岩。还上海法师咧，师父上一张，迄、那个佛像内面就是咱大悲咒诸佛的形象，伊甲卷咧，甲卷咧含粪扫隔壁，无注意，安尼来咧，你先医伊无效，尾啊，等下紧咧，甲摕出来，甲掀开以后咧，无一礼拜，伊个囡仔安定落啊，无迄吼，迄紧张都偌紧张咧。迄囡仔精神起来吼，好哩死，好哩死，拢摕迄菜刀，啊一块桌布，啊放桌顶，啊剁剁剁剁，好哩死，好哩死，吼、哦、老爸老母天父边吼，但等下唔知走咧找老爸老母阿未，社会一向杀人足济啊，迄外灵附身，哭哭哭哭，好哩死，给你死，给你死，好哩死，吼安剁，吼那现在剁迄时，你佫袂用甲手，那手伊袂用甲你拨咧。啊！你点当徛话，听在读的时啊，唔知当时啊起吊动，要来甲你读嘛？唔对，一张佛像，伊安尼夹长的抹布，大家有烦恼。结果掀开出来，好去啊！只草帽生囝，吼、哦，佫开门古店，开甲真好势。这佛像，另有咱一位信徒先生，伊是真爱拜佛的人。嘛是真爱收集古董，一真爱坐禅，伫咱台中市吼，乌日放啊树卡，咱甲隔壁遐放树卡，姓林林先生，还有咧，请一尊关公啊！当时咱要过大陆真艰苦过，伊对香港才坐对别个入去大陆收集一挂咱的佛像的古董，啊，伊规间拢微微咧吼，拢彩彩咧，哦，真闹热。啊，其中一种关圣帝君啊，啊，伊甲菜伫角啊，角伊就想，哦、我当当做就真欢喜啊。有一天呢，向红腰脊骨全啊爬袂起来，啊，全啊屈伫啊，趴伫啊哀，哀到去即要甲送去中国医学院去验验无病。哇，伊太太啊，甲丈母烦恼甲呢，才来请示讲，伊个。吼、哦，因翁翁婿到底是安怎啦呢？那么我就甲卜卦起来，用卜卦的易经的是算啊。哇，你看这个帝君母神都去甲你留着啊！伊讲无啊，我到也无啥呢。我无，我明仔透早去看。啊，结果一看，一尊关圣帝君啊，伊伫边啊，关公刀山行咧留咧起，啊，伊拄啊坐面头前，有只粉，有几双留咧。啊！因迄种关圣帝君啊，去看有入神。啊！这帝君啊，表面是买来，事实查到去共偷摸来，查到偷摸来的古董哦，偷摸来帝君厝的神哦。所以各位哈，你若要共买古董的神明，你爱特别注意，十尊九经九尊偷，十尊金尊的九经全偷摕，拢遐查到偷摕来，啊外面才摆几座这边，全去。哦，我甲看，哦，遐一尊的，迄话咧，负面足歹。我阿弥陀佛啦，诸天圣神啊，吼、哦，你都家己买搁较好咧，好查到家己摸摸来这间，吼、哦，大家都有欢有缘，迄都我都。那我甲这林林太太讲，你即紧嘞去病院，甲你翁婿叫伊回事嘞，啊，甲帝君回事嘞，甲只先生回事嘞，等下一定好好会甲因吊拜，安尼才直直看我三工出院出来，出院出来心内了，感觉真无欢喜，哼，我甲你到遮，你互偷摕去，
无约束，我讲你收容，伊心内个想我个收容啊。哦，那就一个人嘞，哈含面膜含着唔嘛嘞，后边那就那个冷卡冷就狂就跪嘞跪，一声做话声跪嘞，拖下白又过袂惊。迄个时阵，关圣帝君关公啊，开始照辛苦就挖来了，甲粉身，身脆皮地个咧地身，身体上就是神啊，照伊体身脆皮，伊口业爱修，心肝恶难修。所以各位，咱若有金樽的时，爱特别注意。我内面呢，吼、哦，这本书内底啦，有讲到金樽的代志。哦、啊有股东的批，内底有股东批。啊，所以咱拄到世间的万行代志，真多真多，你无法度去了解。尤其咧，咱常常当着真多无必要发生的烦恼的事，当一旦你发生烦恼的事，你要安怎呢？你爱问神呀，问明师，但神在天边。明书咧，有当时也困中道，有当时出外无地咧，那怎么办？家己爱学多，来世间除了要赚真侪钱，生真侪囡仔，吼，啊，这创造真侪事业以外，上大的功德，就是自己来世间学多，多有佛多，啊，那各种宗教一多。所以咱今日这个因缘呐，和咱伫大中观新社乡咧，那么来开这个易经心法，这个加风水学的研究班，咱由咱千华咖啡新社第一间庭园咖啡千华咖啡，伊土地有2800亩，好这样看，全省上水的花园的咖啡咧。啊，头家娘谭静子谭讲师，哈、哦，谭讲师咧，一百家一班。啊，谭讲师咧，啊，咱这演咧讲起来，这是无什么稀罕啦，吼、哦，60多岁这演啊，但是站在伊咧台湾大学演艺系，哦，演艺系毕业的，这非常优秀呢。咱60多岁这演台湾大学毕业是足少的呢，在座有几个？有无？无，干那样尔。所以，咱新社伊是台北新埔，吼、哦，咱的啊，千华咖啡庭园咖啡的董事长呢，啊张啊张昌明呢，啊咱新闻师，恁老去新闻师，恁来看新闻师，电影遐尼水，恁在时看电视的时片头，遮尼水的电影设计规划，吼、哦，甲时间呢？就是咱千华咖啡啊，这个叫做啊庭园咖啡的头家。啊，那各位，咱今有这好一年，贵国先师王禅老祖，甲咱谭讲师咧，你讲爱大家对咱为地方爱来奉献来开课，将这好的妙法，咱全省四个开班，甲今咱这班第。几号恁知无？拄得100班，昨昏伫桃园罗德99班，今日只拄得100班，我话恁，咱这阿咪新社嘿，这是新社嘿，好、哦、新的社会，新的社会啊！吼、哦，咱只要开一间风水学诶研究班。大家咧，一旦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然后帮助他人呐、啊。咱风水的奥妙，咱千华咖啡伊的师傅或者阿伯啊，嘿，低调温故阿伯啊，伊厝作袂平安，厝向安尼咧，倒平一条巷，就是冲来冲来，囡仔作袂平安，大人做个温故去，阿婆。做甲马路稳固，囡仔干那当了大姨，一个老大人在打拼，伊是一个家庭，确实真正辛苦。咱啊，千华咖啡张董事长呢，
好，马仁庭园学院院长呢，张院长呢，伊讲阿伯啊，咱请老师来给你看好不？伊讲我同伊都讲唔敢讲，伊也叫老师大大声，爱足侪钱请。我讲免，你有心一杯茶，好，只要社会的平安，我来去，我一定真正欢喜。而且呢，找机会华来印证这风水的好歹。结果呢，下我一看罗昌要安怎？我简单嘛，那边罗昌来要茶，种树啊嘛，种茶啊嘛，甲炸掉去倒啊，种起了，囡仔安定嘞，好，囡仔会袂平安。破病等等嘞，哈，第二减少去，这是足简单的道理。所以风水车、一牛车，要用无十下，要用伫咱兜，免一下，一条都够。像这阿伯啊，这个啊师傅嘞，哈，伊安尼嘞，落枪来，一边啊有空地，你给他种一个树啊，杂条都好办啊，真简单的道理。所以啊，咱新社乡呢，一些所在，整个地理环境来讲，或者云台云啊，云台县啊，拄只呢，伫用餐的时，我听到咱平庄干事甲陈议员啊，伊讲咱遮的气候，吼，去平甲平地当中温差面顶差四度，啊，甲咱啊张院长讲啊，阿基伯啊，爱搬到遐大，伊都已经搬到遐大啊，遮个气候确实个真好，所以遮个水果、农产品，尤其上好是啥呢？香菇，我伫来遮啦，第一届来买一个香菇，快乐炒炒啊尔，好，顿个特别香。啊，阿过来呢，我呾迎来啦，啊一个交代遮朋友伫遐信徒顶。人我甲讲新城乡的香菇真好食嘞，今日来嘞，伊就甲掼一大包落，因为我厝哈阿公婆咧食饭，囡仔读册出外口，无遐好食，结果我昨下掼去咱上基山县老师分道场，互大家来分享新城乡的这个啊宝贵的名产香菇。甲今年嘞，哈咱我一个真好的地主啊，经正树。行政组的郭定旺郭科长，伊来到新社乡嘞，伊的一个较早部署伫遮嘞，家己开辟一个啊甜蜜桃吼，吓甜蜜桃，我对土啊上加食，我看到土啊，嘴根我都缩出来，安那我惊酸，啊那么咱迄个郭科长嘞，伊就赶开阿不等个嘞，老师你食。我买啦，你食啦，我买啦，好啊，餐餐加一粒。哎呦，嘴齿阁无软落，我哪有这好的土啊？伊讲这是新城乡上新的产品。好，我昨开始咧，三盒食食煞，我袂歹哦。后礼拜你要阁去新城乡无？伊讲袂。哈、啊，老师啊，我无我再阁掼几盒仔当啊，互你。哈，食甲土啊尾，食甲土啊头，土啊头，食甲土啊尾。这呢，咱新城真济真济，哈水果产品好风水的关系，所以咱各位十方诚意心，哈咱这山明水秀，哈地灵人杰，除了会出到高人以外，嘛会出到咱真好，生产到真好食、真好食的水果甲农产品。咱新社乡所有的乡亲，甲各位贵宾，啊，咱继续过来讲解着易经甲风水的妙法。啊，咱新社乡的好地理，水井真济好地理，所以咱伫这水井的所在啦，向着咱的合作同事。一条溪门的水来，玉带水，确实非常的水。咱的天运发伫八运，八运就是民国93年甲113年。那继续国发咧，发到133年，
我相信在座咱若老伯要我食遐久，可能爱阁炸便当来消毒。哦，咱就可能要发有一阵啊。咱新社乡呢，或者是分台戏，分台呢面顶你看阁真大数，但是伊气温真祥和。这是所有的农作物上好的所在。原来我伫新社乡，干呐知影讲，遮的枇杷真好食，哈，啊，到葡萄真好食，甲香菇好食以外咧，其他我都唔知。今日咧，咱总干事介绍讲遐尼济、遐尼济好的产品咧，啊，所以啊，予我才了解哦，好地理会出着真好的农产品。咱新社乡这个所在咧，啊，在地理上来讲，或者一个分台县，分啊分台，卖出新鲜呢，会出新鲜，啊是上逍遥的所在。在两年前啊，啊咱千华咖啡的董事长，啊张当时董事长呢，咱的张院长呢，啊我甲讲院长啊。咱新社乡呢，内容来开一间这个咖啡庭园咖啡，一直搞个好，庭园一来行的，希望创造一间真正水的庭园，国家比，和咱的全国、全省，包括外国来台湾，那无来新社乡，感觉真正遗遗憾。所以咱的张院长呢。啊，伊就好啊，师傅无咱来甲整理起来，我好好。你安尼咧，你既然有咧信心，我著依照风水的妙法，哈的话，伊个庭园啊，哈内底咧，我甲八方拢有水，十方拢有水，迄个八国水神。人有诶地主甲问我师傅啊，是安尼你啊用边拢有水，别位会使无？所在无相像。因为这就分台，分台呢，你的水形就要像分的形，而且从整个台湾啊的外面，台湾海峡东西南北所有海的形呢，甲包容伫顶缘的景观内面，这是上悬境界的顶缘设计，那么咱有诶地主来参观诶时，老师我看无，我咧看有诶时，我都用退休啊。啊，那我咧哎，你只要安尼个设计，互人来第一心诶安宁，互人有像新鲜逍遥诶即个心境。那么烦恼讲，呾毋知有生理也无啦，啊伊个囝呢啊幼虫啊。啊，伊嘛是烦恼，呾毋知有生理无？我哩免烦恼，啊，搭水互你，即足侪人会来遮品尝，啊，来即个咖啡。啊，因为咧，咱苗栗南庄个所在有一间三芙蓉咖啡，一天干一间做细间啊，呢差十五平呢，一天就卖偌济个咖啡，偌济人去。迄、那个南庄迄条观光线去啊游览，去啊散散心的时啊，哈，无一个休困的所在呢。结果伊家用一间真正细间的加咖啡屋啊，哈，伫啊，互人去休闲休困。遐都我都遐侪人，咱遮呐无遐侪人去咧。尤其咧，咱新社乡搁一个平台，像一个分台，你啊用咧，以后会足侪间、足侪间诶，吼，互人形成一个全省上发达诶休闲诶即个农场。不出所料，现在无几间，四十八间尔。两年四十八间诶咖啡屋。啊，无咱真侪信徒弟子啊、老师啊，遐侪安尼。这是生理歹去啊，唔对，安尼，这方法唔是，集气，人就会来，外客就会来，全省和各地和来个台中啊，台中市的市，我若无去新社乡，去遐个咖啡城啊，咖啡城，
好，你只要做咖，以后做咖啡屋，好，以后做咖啡屋咧。啊，你只变做新城乡的咖啡城的时啊，无来会真遗憾。啊，去等下半路啊，吹热水一定往外流。啊，不出所料咧，有48间，愈来愈多。这是啥原因？山明水秀，气候温和啊。哈、啊，我嘛真惊，河南的庭园咖啡吼，都全足惊无生意呢。哈、啊，但是我都有自信，集气啊，集气，集气就有力量。一个国家众人集这个心的时，心心相印，集心的时，国家就富强。咱的正义、乡里、地方啊，咱的大家心连心，一旦集心的时，咱嘛是富强啊，会兴旺。都这样，我听咱啊平中按书，伊甲咱讲，咱新社乡才27000多人，未去数量未关去，这是一个咱新社乡生活品质。我甲看法，27000多人是生活品质的巅峰。人生啊，搁较侪咧，生活品质无共款呀。但是，互外人流动的人口。好突破30000人、40000人，这是上重要。各位，你的想法如何？啊，所以啊，咱新社乡是一个农产品哈，这个发展的好所在。尤其咱这地势真正平和，来这交通安全，来这咧，大家咧行啊，行较多一道，咖啡好食，免烦恼哈。48间好食嘞，哦，你一间加食一杯汤的，暗时一定人阿母有话好讲。山鸡山先回事。哦，这就新社乡甲别个所在无相像的啊啦。哦，咱啊希望咱啊当议员，好个啊平中案书嘞，要咱的乡亲嘞。大家共同来创造一个世界上文明新城的休闲的好所在，你看有可能无？有啦！哇！啊，咱各位乡亲，咱新城乡的地理一个真特殊的地理，好，对南平民呢，这条山脉。对中央山脉，哈、啊，对这个叫做哈兰东势，哈啊，山脉遐直直流到这来，流到这来，手一开，手开呢，手开，这不是讲要赚钱、要收钱呢？哈、啊，咱手开呢，就是这珠臂呢，这珠臂接引着咱所有有缘的人客。咱所有全国世界有缘的人，哈、哦、来遮休闲，咱甲接应起来咧。所以新社乡我印象也真深。新社乡的都市计划，较早都市计划中心整个测量就是我做诶，我对遮印象足深诶。啊，虽然呢，哈、啊、经过30多年来，我常常一直到咱啊千华咖啡伊个即个千华花卉啊，伊只有真济好花咧。我常常对遮来，互我心内足济个回忆。曾经有一届，我都经过咱遮来，要阁倒去咧，惊唔着路去，惊唔着路啦，惊到房坎边迄边遐去，则发觉。哎呦，大家溪水来啊，那个这么面外口出来，那是分隔壁。哦，咱的叫做国关出来遐，天顶较出来遐嘞，山盟溯游，啊，水抓出来，那分出去，一个真大片的水啊，哪像黄金铺地啊！迄个时阵啊，我拄啊看了咱大家溪嘞，甲当时中间遮嘞，哈、啊，这个平地。溪波遐个平坦，遐草嘞，遐个金黄色个，即哇，原来新社乡嘞，有一天一定会一个净土，真水个净土。
不出所料，啊，这尤其这一年来，看了新社乡这样的休闲，啊，这个农场这样的多，这样的多时啊，好啊，对较早的判断想法无偏差去。啊，人的世间啊，短短几十年，咱是为社会的奉献。啊，为社会，咱咧献出咱的智慧，甲咱的力量，目的是人甲人中间的调和，啊，人甲人中间的小关怀，这甲地理有真大的关系。咱学习风水地理有一个口语，入山咧看山势，哈，入门咧看门势。啊，放屎就爱看风势，即句吼，放屎爱看风势。啊，咱入山看山势咧，咱若看到这地方真正闻的所在，咱就了解哦，咱遮来遮咧，甲遮人，大家真正平和，有好姻缘，大家好斗阵。咱若到这个山势咧，山高足高咧，水真深。山高水深，人面鬼心。山高水深，人面鬼心。迄种的人，若要斗阵呢，伊拢自我的保护。而且呢，你要该做生意呢，你着皮啊张较硬呢。当时要念一滴迄只，你要唔知道。咱大陆真侪山足高，水足深，住伫半壁。头前水在走，一生成就一个自我的保护，自我保护的心态咧。所以讲咧，想要骗人咧，唔好骗。这是真正哈奥妙的地理形态。所以各位啊，恁的囡仔或者恁本身孙啊，以后若要甲人讲家做头路，恁上好交代咱的囡仔去看要合会。因啊，住庄卡山呢，你上好去了解呢。伊所住的厝，是咪足悬呢？山足悬呢，下面水真深，伫半壁。迄种你啊要甲伊做生意，你就爱注意，看你有偌济机会好叫悬。我印证足济过啊。哦，所以这就即嘛地理的真简单的道理呢，唔是遐尼复杂啊。若是讲水翻江，水安翻过咧。好、哦，你若做生意，啊，咱若徛这边咧，最边都过时啊，系啊，啊，做生意就未顺势，这一定的啦。咱若要甲公家做头路的时，生意唔是人脉，啊，就因为伊的本身咧，吼、哦，这个思想上较会拍较球，所以咱要甲公家做生意呀，咱无咧闲，无咧闲。这嘛是将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然后帮助他人的妙法。保护家己，莫伤别人，然后帮助别人。这咱今就是学习易经风水的妙法。啊，我对于咱新社甲东势，啊，新社乡、东势乡、东势镇的，拢有真深的因缘。我讲一笑亏嘛，事实。在当时咧，咱。当时咧，第三番街要拍未通，是不是？吼、哦，迄足害怕诶！啊，当时要拍一条路的时啊，边哥，迄阵都陈馆长进前，啊，陈馆长都陈明玲先生，陈馆长的时，啊，迄条路要拍未通，我好啊，既然我爱来负责这样，我落去甲一间一间要测量，其中有一间咧。啊，我就啊，点两字咧。伊讲做乜解？好做乜解？我硬要测量个啦。我迄阵一直当时小学了两句话客话咧。哦，哎呦，好、哦，伊就去后壁放一只滚龙狗夹夹。我做滚龙狗肉，哦，这个臭名片咧，我做唔敢入去测量。输过十万年以后呢？世界
我因为伫民国71年病者病无死啊，72年开始行道修行，啊，到伊就76年的时啊，啊，即两阿婆下到来我台中遐时，报名身体无好啊，后晚上吼筋骨酸抽疼，头壳疼，无好势咧，啊，咧名话，当时阵第三番街，我伫咧想话哦。我当时第三番街拍通门，我通啊！啊，当时我要测量的时候，人唔知啥人放到家家用挨的啦。哦，小肚会着，啊，小肚会着。我讲医生吼，免烦恼，我一定会台湾甲你修修的。哦，发点伫做甲你讲，过去才好缘。好佳哉！我教好教育无着，我走袂去。那即摆我就走袂离啊！啊那阿婆咧，我送啦。先生的歹势啦，歹势！我唔知是你啦，无我就袂放到甲你教啦。哈哈，这是这人的缘分。风水嘛是甲这同款的道理，风水。咱若知影爱违背着风水法则，你莫插袂，就无要紧啦。迄一只足恶的狗，你知影无？咱有一天会去咬到，咬到你先走就走袂离。等下伊讲，哎呦，我一本书都有啊，我哪一阵无注意啦？哎呦，脚都断去啊！啊，幸亏灾难到位啊，或者发生着人命，或者发生着风水啊，甲事业上的关系啊，这个就是闹菩萨放到家家共款的意思。所以讲呀，咱今日来新社乡，咱来传这个易经风水的妙法。好，咱唔是要培养地理先生，咱目的要将真济真济妙法，我的书咧唔是这本尔，我的书咧遮悬咧，一本一本起来咧，华中印甲煞咧，将近才千二本尔，头到尾才千二本。要你阁继续阁写，啊，所以啊，咱今日上简单一个妙法传了大家，咱遮个咱哈谭讲师咧，哈、就是咱新社乡的人，新社乡的哈、这个真一个所在的大祭祖，山祭祭祖啊，啊，我请伊讲啊，你爱一批因缘时机到，啊来新社开班教大家易经，大家学易经啦。做人处事会安心的，大家学易经啦，家内大事圆满一条心；大家学易经，公司员工大家一条心；大家学易经啊，修行的路上好见性；大家学易经啊，咱国家社会一片太平。这是咱要等来新社乡要来传这个妙法，上。重点上重点咧，古圣先贤过去对易经、甲风水的妙法，大家都存着真正心币，事实上无心币，也是故意哈恁呐有兴趣，利用这暗时一礼拜一个暗时的时间，7点到10点3点钟的时间呢，吸收到这个妙法，这嘛是咱一大的享受。咱谭讲师啦，谭静子啦。啊，伊咧，哈，目前伫咱东山路遐嘛，已经开办导游员。啊，咱上基山先就是易经大学，目前咱哈咧法师、讲师都48个。啊，全省各个所在，哈、啊，照着各个所在咧来开这个妙法，希望将这个妙法咧推广予各位，大家了解着圣贤因个心法。都像咱偏中按书，下甲咱讲风水，风水确实真正对大众有益。咱几个先师王禅都做，几个主身边的师傅啦，伊就讲说，风水是国家安定国家的基本的基础，风水是咱的国家经济复苏的不二法门，风水是咱社会和谐的法门。在写35年前，
我含去大家，大家镇呢，哈、啊，镇长当时李元龙先生，啊，罗水明科长，哈、啊，我迄阵去啊做都市计划测量的时，哈、啊，我迄阵开始有咧研究啊。那么罗科长呢，含李元龙李镇长，哈、啊，带我去大家当去看到一门风水。伊讲张当张当诶，你看这门风水好无？后壁旁壁人含落。撞在这，撞在下面嘞，后边靠你真别个所在啦。这会出凶法的人，伊讲这出巧两个，一出有几个？我那两个都作死也无几个。一个大房、二房拢逼我嘞，哈，然后逼掉，然后砍掉嘞，啊，向出去对面嘞，拄拄啊一支螺丝出去吧。我这会出凶恶的恶法。讲到顶个啊，交通警察、交通队的警察，和两个和人迄个讲谋杀，迄就是引进的出的两兄弟啊。风水做了无一年，迄两个囝、吼三个囝，其中两个囝直直一直变歹，啊！咧社会上的乱象，社会上的病源呐。所以各位，风水咱唔好甲看作小小的一挂代志。时间到会烧长头，目前无代志，咱也了解一下，咱会当预防，卖好发生。咱啊，既然有不幸的发生啊，咱如何来调整？咱就自己来学习正法，家己学习的妙法，学习的正道。咱救人不是救家己，救家己不是救真真正正的家己。咱家己自己咧，咱来保护自己。不伤害他人，然后帮助他人。好，咱各位乡亲，咱关系就关这风水啊，甲易经是有什么连带的关系？易经甲风水本来就是易，易经的易就日甲月，对光明甲黑暗，对黑暗甲光明则为易，对趁钱甲了钱，对了钱甲趁钱嘛是为易，对健康甲无健康，无健康甲健康嘛是易，即拢易，你健康甲无健康中间是安尼会发生的过程，或者经，或者易经，易经啊！啊，拄只我听了咱陈议员，伊讲啊，最近身体欠安在减肥。哦，伊要对遐大好遐发福相咧，要减肥到七公斤的过程，我也是足欢喜在减肥，我也是目油目甲在减肥。啊，有诶，哎哎，杂杂在减肥呀，所以这嘛，好是易经诶，易经诶。咱平总干事咧，用咧师傅啊，我原来有听风，我惊传一妙法啦，我头讲话嘿，总干事伊无叫我讲，爱讲话听诶，我趁这机会甲传出来，既然有效，爱妙法难闻，咱来传出来，伊就去做节食啊，是不是节食？哦，断食啊，断食啊，节食是减食寡啦。断食完咱等下功夫功夫别瘾食啦。但是要断食是无简单嘞，爱有魄力嘞。我、一个人一顿来食五碗的人，你叫向我断掉吼，哈哈，比啥较艰苦。一断食一礼拜，断食中间啥袂使食，啥会使食嘞？因为有专业的医师、营养师咧，啊，会教咱断食。断食了以后，如何来恢复？都像咱总干事夫人啊，伊就吼、哦，我用安尼方法加滚麦加好食，什么效果？这都可见的阿婆上好是阿婆呢啊！哦，有个人讲啊，这婆老傻，这阿老傻。你艰苦的需要的是，你才在发觉讲，安那阿某捏屎捏尿，会敢捏屎捏尿尔啦？别人要甲捏嘛，招病呢。哪要甲捏的，一天爱两千字啊，是不是安尼？
哦，所以咱的总干事呢，我拄只听甲因太太两阿婆在讲，讲甲甜甜蜜蜜的事。哎呀，这确实，咱大家对某爱较少咧。哦，咱某甲上袂计较咱的过去。啊，我咪讲总干事过去的话，唔是安尼讲，伊无安尼。所以这个总干事呢，一断食三界。照医生的指示，断食三界，也听风传好，听风传好。嘿，我今天听到这个，我会介绍一位博士，因运动博士，迄个前体育司教育部体育司司长甘耀辉甘司长呢，我会介绍你来请教你，拜你为师。伊嘛听风真严重，听风，伊现在是咱。师范台北哈、哦，师范大学啊，一个啊休闲管理学院啊，运动休闲管理学院的院长，前南体专台中体专的校长，啊，在咱台湾自历史以来，伫世界奥运、亚运，伫奥运摕一届上最金牌迄年呢，都是伊做司长，啊，伊呢。好、哦，这司长一非常有修行的人，好、啦，迄年呢，摕十四块金牌，银牌摕二三块，铜牌嘛摕二十外块，迄年予国家开掉2亿5千多万的奖金。自中华民国以来，中华民族以来，台湾第一届摕上第一奖，这是啥？这嘛是易经的。对过去拢零到现在，这么好的成绩，的过程我都惊。所以咱甘司长呢，伊啊，啊，伊教导这个啊运动家，平常时真严，要求伊真严的训练。时间到的时啊，伊叫大家放轻松，卖甲当作我今是要来比赛，当作我是一个休闲。休闲无压力之下呢，内在的力量伊就发挥出来，无跨界，无执着，无颠倒梦想。哦，这嘛是易经啊，这拢是易经。所以各位，咱日常生活在在拢是易经。对这项菜，伫牙起来就烦恼啊，烦恼每个一项硬讲，有诶食饭会安尼爱摇安尼摇安尼吼，再硬一滴。害个人无人敢硬，伊只硬一地起来食咧，走走走，呸，真无好食。足侪歹习惯，即嘛是已经伊学已经学了唔对呀。啊，咱把问任何钱的物件，拢爱笑福笑言呐，即拢是已经。那么风水，啊，咱新社乡有一门好风水，伫咱的水井遐，拄啊嘛是咱。新社这一位大菩萨，啊，伊的妈妈往生葬伫个所在，啊，我去看了，哎呦，这个土生土生化金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结果化了金生的水生的好所在啊，啊，这好地理，有福啊，有福，啊，那我哎，你一定。这行行顺顺的，做真济真济的功德，对社会救济，吼、哦，拢有真好的做的事啊！你一定有这个福报来得着这点的地利，这都是咱新乡好遐咧，或者当什么所在较尾的遐，好阿仔啊，黄顺仔，哦，咱啊，咱这在座有诶，应该知影吼，阿仔啊。一咧，就是平常时，若趁钱一定编偌济预算去做救济。易经是大学，救济愈济，事业愈发展，愈趁钱，趁钱愈济。啊，伊讲师傅啊，伊同我徒弟啊，师傅啊，我发觉感觉人吼，莫想计较。爱计较家己，莫计较别人，呼误着了。爱计较家己，莫计较别人哦。计较别人的时啊，
烦恼作势，计较别人的时，失了德，会甲福断掉的；计较家己，会增福，佮增慧；计较家己有去做善事无？计较家己有去做布施救济艰苦人无？计较家己是毋是讲认真去做生意无？结果一个少年人，伊去想着安尼时啊，打拼，即几年来成就是来讲，吼、哦，在咱新社乡下大家发展的其中的一个，即嘛是因为得到好风水，头壳着清醒。风水若好，咱家来平安，平安呢，咱头壳着清醒，清醒，咱着想有啊嘛，好多事都袂做嘛。唔是讲哦，我做风水，爸爸妈妈来甲斗做生意，阿公来斗做生意。我跟你讲，咱即摆吼，诶老师拢会写英文咧，阿公唔捌英文，咁我就替你趁钱，无可能嘛。订单，迄话我都看唔捌咧，阿祖伊那看有，哪有可能趁钱？无可能的代志。这是啥？融入自然，融入大环境以后咧。心会安详，心安详，智慧就出来。万行代志在想、在看，就清清楚楚啊！这就是咱一个人发财之道。一个人的善事、好事，加做的事，一定足欢喜啊！足欢喜以后呢，啊，一心就清，心清，灵性就明，灵性明，智慧觉性就清气，清气呢？万行代志看清清楚楚，那么咱就趁钱啊，事业就袂受着失败的路线嘛。所以各位，咱伫世间做这代志，拢是易经要发着，离不开易经。咱囡仔要做事业，那么你要抽签，签人去逼唔到的，你怎么办？那像好是四年前、三年尔啦。咱台中一间合作，迄个租赁公司啊，信托公司，副董事长，爱成立一间信托公司咧，啊，拄拄啊，过三工要开业哦，要开幕，外国朋友啥拢来哦，哦，伊算一间银行的董事长啊，哦，那么怎么办？拢是气未好势。一天透早五点半，台中出门，啊，就去到善福寺啊，这就易经的易啊，对烦恼去走到迄个善福寺去跋杯，甲老祖王禅老祖跋杯跋一支签，一支签或者天地休，天地皮，天地休，阴阳不高啊，阴阳不高，好，我迄签啊是唔够准的，哇啊，这个阴阳不高，这个。断路伫北平面，你过去的北平面的上下骹，老说哪有可能？老祖几啊千年，伊也无学电脑，伊哪知？我都安尼就对啊！你等伊去看，好等伊个。伊讲我这个所在，伫德国过来过去，拢冤枉，拢冤枉，拢无正当个了。你讲卖讲啥啦？你等伊去啊，掀开嘛，拍开看，上北平面上下骹。一个螺丝叫落个，做安尼袂好势。五个月尾两个月，即间就是亚太银行的董事长，哈、啊，因开一间信托公司。当时安尼呢，老祖几个先师用这易经的道理，把伊过去的毛病吹出来。好、哦，咱这副董事长啊，这吼，这老祖是有够灵性。已经是有够奥妙，安尼既然六环、三环佮六片安尼尔，就知影我电脑母几啊世人，母个安尼七大故障伫啊，原理伫倒位，一个一个尽力啊，所以今日咱谈讲师，啊来遮当爱家己故乡妙法，家己故乡爱当爱传传落大家，那么若是各位喏时间。我建议大家，咱牺牲一寡时间来学这道。啊，另一个我家的弟子元孝法师，啊，就迄阵开一台车，拢在外。啊，在外有一天来起起口口，不袂好势。我讲啊，元孝，
你吃个蛋呢，头壳好向头壳好向北边，啊，你现场面头上你卜卦，卜伫倒位诶，侬卜卦吼倒位害去，去遐呢无咯无，我毋是讲无咯无，吃诶歹话哦，事实都是安尼就对啦，哈，安尼，你要游都未好势，遐都未好势。啊，奇奇怪怪，该响的唔响，无该响的可响，吼、哦，真正懊恼啊！啊，去修理厂是也未好势。当时啊，拄拄符合着讲说气爆的时啊，吼、哦，我坐车顶我就惊惊去伤着别人。我哩吓咧，你落去卜卦，真正落去卜咧，伫南平面倒一角，我说停下，停下就是光路。听声，迄、那个叫做破，哎呀，迄搭就逼破呢。然后油有水才流出来，造成只机械有故障。哇，去修理厂，伊遐修理厂销量无啦，未啦，无可能啦。讲你我甲开去拍开就对啊，结果拍开咧，迄搭公路叫破，啊，无甲咪规台车无该响啊，狂响。好，到尾啊，遐个工程师讲，王先生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卜易经，易经挂法的呀，告诉我呀。哎呀，工程师，这是个七千多年啊，福气时代以后，捌阿表修理车啊。法包容包含千变万化，所以易经的妙法，包含着咱的生甲死。包含着咱好甲好，啊，这些就是易经，咱学易经的奥妙。咱学风水嘛是同款，咱有爱心团全省呢，即马拢在搞啊，全省所有的有缘的呢，哈、啊，咱在搞服务，啊，告诉咱全省的同胞呢，咱的厝若未平安，家里真未平安的时啊，真正才敲电话来咱的功德会。维新上教爱心团去甲各位服务，看问题伫倒位。要未出以前呢，我要求遮地主爱先卜卦，卜卦先学习。我要未去的时，卦卜出来，易经看物仔咧，看这间厝缺点伫倒位，去现场就对看物仔，逐间嘛对，妈爸爸，咱去共看，毋是收红包钱。咱希望各位拿平安以后去做社会善事的教育，甲做社会的公益，这是安尼尔，大家拢是有缘嘛。结果咱真侪师兄师姐啊，吼，咱拢总啊有300多组，318组。由咱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所组成咱的。组合哈，咱的易经大学所有学员义务为大家服务，这是目的是啥？希望社会祥和，希望咱大家会当得到平安。这对易经要未去，就清清楚楚。若是恁要对现在什么月亮啊，啥外太空什么星球，你若要讲。了解迄个地球的形态，什么款的，恁用卜卦卜出来，恁来解卦法。若唔相信，恁去你看物仔，一定先对对对。哦，恁相信无？卜出来的时讲，哎，比如较早我火星，我上课我甲卜一个卦咧，火星内底唔是无水，有一撮撮水，有一撮水无生物，有水分有出来。经过差不多半年外呢，美国太空总署啦，哈咧才侦查结果，火星内底有一撮水，有水分，是完全相符。若是讲无太美国科学家来证明的时啊，那么咱就自己家己坐船去看，好、啊，你就清清楚楚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你免去看，你已经。算了，你就清清楚楚了嘛。然后咱就信入地主，啊，当时伊个翁婿有够火，啊，伊抓伊翁婿抓袂着，伊就走起来死哩咧，伊起来做义工，就上课啊。
爱上课了，好认真，一经认真读哦。读到尾也红晒咧，伊就转去啊，红晒就出去咧，伊就算法吧，红晒你倒去，见断嘛见断着。红晒讲，我送你去老师遐读书，要修心养性，结果我你遐读咧甲管，无自由。哈，红晒咧，来咧甲阮老师啊。叫我某卖安好无？我啥代志哦？无啦，我行到倒，我某拢甲找着。我哦，你某心痛。无啦，都迄个米啊，也握握来，都我走倒都走袂对，离袂开伊个手掌中间啊。这是啊，逆境。一个善念，一个恶念，一个恶念，一个善念。咱恶念到善念中间。一定有真多真多人世间的情节，有真多真多人世间的瓜葛。那么这个瓜葛如何来排解瓜葛？这就是咱要学习易经无常的妙法，甲好因缘啊。咱各位乡亲，所以风水甲易经本来就是一，无两，无二。正经咱合作。迄叫做残留类，咱遮是残留，啊残留个骨类呢，啊都拄住咱个移民员呐，啊移民员有一工呢，我中昼含太太含囡仔去遐食饭，去遐食饭食食咧，一时啊要落钱，诶，遐查囡仔，一条老师讲嘿，钱人落掉了，拜托你甲报答一个，干哪袂？伊讲叫我莫讲，哦，你甲我讲啦，我爱人搭车无法白食的，啊白食阿伯因哥你来负责哦，我欠人阿姐无行袂使，阿伯来负责哦。哦啦，我讲，迄款头家老的啦，啊啦头家了，伊就可是啊，啊就出来啊，啊老师啊来吃茶啦，好、哦、啊，又火车一架甲倒去，谢谢，真不简单，会来火车一架。啊！伊就甲问老师啊，你看我最近有倒有缺点啊？问我缺点啊？我讲讲，问出哩，两边用一支大枝挑，吼、哦，迄支挑咧，啊，你大概远都看着移民员啊，无拢无坏嘛。人家敢若想走过头，你方走过头，你有罪过呢，头家。啊！哦，安尼啊，哦。冲用关起来，红红红都看得到哦，移民员哦，还袂到伊就欢欢喜喜只，红欢欢喜喜只卖有功德呢。啊，所以咱即摆做迄支做下去哇，移民员做迄支啊，是哇，迄嘛是风水发展做了嘞。有一天我过去看嘛嘞，啊，伊讲老师啊，较济人客较济啊，啊，我物件嘛较好食，哦，你今要我请无？我讲你问我要你请无，我就无你请。你若卖讲问我讲要你请无吼，嘿，我就互你请。事实我安尼无用啊，我要紧嘞，要对神社起来，啊起来就要去千华咖啡等一个时间的事啊。所以各位风水，任何一个环境都风水，对趁钱甲了钱，对无人客到人客，有人客变到无人客。这足济足济足济一例呢，也有风水的奥妙。咱大坑圣寿宫，圣寿宫当时要起嘞，爱我中兴七人公司，我甲做者证明登了，伊就起啊。啊起嘞，我想啊，只要地君啊会当服务我一段足欢喜，但是我遐知遐只用啊黑，用啊黑嘞，哈，我伫遐下面遐一口井，用啊黑一口井，我伫遐打坐啊。结果去用啊，给它剁死了呢。有只不停在闭起来，未起来，未振动。哇，我艰苦干的呢。才听到一个老伙仔声，国语土地公，啊，姓寿公，整个土地公，讲你呢，无经过同意，你甲我坐遐，吼，去让我遐甲你扫咧，你袂用坐。吼、哦，我到尾叫囡仔甲载咧，去回去咧，我才好。这嘛是风水。神有风水，有地理，神就兴。那神人若无风水呀，神佛嘛是袂兴。这是真奥妙风水的妙法。
玉京市大学，大学在玉京。啊，咱新社乡陈议员、甲平总干事啊、甲夫人，咱、各位乡亲，啊，咱这节继续过来甲各位讲解风水。风水的法则不离着咱人幸福的法则。咱的厝后就是头壳，厝前就是脚。倒平看倒出来的两平就是倒手，好平就是正手。厝的正中心，厝的正中心就是咱的心脏甲胃的所在。后壁我的玄武。头前主车，左边是车辆，正边是白虎，中央叫做高殿。高殿后壁，咱厝后者或者玄武，为天为地位，啊为主人。若是咱厝后咧，咱若有路冲，上主人上头壳，咬中风，啊。啊，就是后壁咧，咱有高正，咱有弄正，正中心的弄正的时，咱人真容易费劲去读咧。啊，囡仔咧，册咧，读啦，愈册，册皮读啊，册心去，册心呀，袂瘾读就对啦，愈看愈烦恼。这是啊，后壁你若有迄个弄正，有诶后壁。像啊，我后壁冲一口水，吼啦啦叫咧。我咧讲，叫做喊喊声的喊，这边叹，后壁咧飞空。而且咧，囡仔嘛是直直无智慧，读书去啊，这一个真厉害的关系，迄嘛是风水，上简单咧，风水车要用无十页。好，咱后壁咧。咱若有石磨啊，咱古早人，咱有石磨啊嘛。伫厅后壁伫磨，磨到尾啊，咱会变稳固，会变壁雕。下个啊，脚踏片伫酸，这是无力的。迄个后壁袂用有石磨啊，即摆就较少啊啦。若是咱厝后咧，咱即摆是店面厝，后壁正中心的，你若洗衫机、脱水机伫正中央，哎呦，心脏会直直无力的。尤其查某人肾水、肾水、腰子骨的肾水，腰子直直歹去，啊，腰子的功能直直歹去，歹水就积倒积，倒积就气经就无力啦，倒积气经就无力啦，气经无力就喘三寸气。恁捌牛化巴拉恁的，你喘气干那三寸长尔无？要安尼牛，恁牛会着无？怎解说？三寸气。啊！你用哦，轻而易举，你要轻快，才三寸尔，三寸气若无得，免计较啦。三寸气若得咧咧，走遍天下。哦，所以啊，这得甲你提醒讲，三寸气在家，走遍啊万里的路径。三寸气若无得咧，万事休啊。什么计较无路用，卡些财产嘛无路用啊！所以咱后壁正中心，闹洗衫机只，脱水机，那个甩后壁凉平，后壁的凉平，家内会较平安，真奥妙的代志。咱后壁咧，你啊做咱的莫打抽水的压缩机啊，咻咻咻咻，关就去了，哇！你迄个吼，你干呐？两寸骨，当当唔着拧拧，唔着烧烧，烧烧想，哇！我做打做咧转九天，已经走360度啊，出去啊，免惊走360度，3度都困难呐、啊。所以咱后壁，咱若抽水机，或者莫打，或者深井，咱甲刷边去，曾经咱就信徒先生。换伫咱大中观太平个所在呢啊！啊伊咧后壁就留一支箭，留一支箭呢，边啊歹溜，遐歹溜，中上好溜。啊，所以遐溜箭个师傅哦，啊遐歹溜啊歹溜，好啦，中甲溜咧，是咪溜咧？
啊，这老伙仔人呢，就足好困哦。一个老妈妈呢吼，原来早时拢起运动，开始溜，伊拢在房间底困，困到尾暗时。哦，遐囝是讲，这个真溜来袂歹，溜来妈妈真好困，哈哈。到尾啊，一个懵，冷冷，啊，才送去病院，才去救起来，救起来呢，啊，脚一只走去找。问我什么原因？我挂挂个包，有动土，厝后有动土，玉屋啊，一溜一个正，是不是中？嘿，中上主人，中上主人哦。问我要安怎？疯掉了嘛？哎呦，我安那还开十万万呢？我你我不好，不好听啊！刚想你想不好命，老母感觉值十万万，人是活的，钱是死的。刷微博追到水，哎呦，追到水，我逐仔拿花呢，哎呀，头壳破去啊！逐仔为了花，下骹啊，老母死翘翘。哎呦，这种人真多，专性真多呢。为了花，老爸老母的性命无爱管嘛，无关系，也是某的身体不管嘛，真多啊。为了花尔呢，这个人都有够花爱花啊。哦，在。所以叫吞吞掉，那么要吞要功夫啊哦，要吞一支这唔是遐简单哦。啊，咱就爱最起码一斤盐，一斤米，一斤盐，一斤米，够够嘞。啊，然后嘞，寿金爱3000个寿金，3000个寿金，你烧烧嘞，含米个够够，甲倒落去这个正底，然后封掉去，刷坎的封掉。家内平安啊，无阿摆内底那辛苦，唱一支针伫内底共换意思啊！啊，结果甲讲，伊无照我讲嫌麻烦。哈、啊，人阮弄生人讲免啦，哦，迄免是恁家的代志，弄生是免，你是爱。结果就放弃，老母开始心脏病，开始喘，开始着惊吓，开始神经哈帕金森弄到位啊！问我要安怎，我嘛无法了。我嘛无法了啦，所以咱足侪足侪代志啊，既然唔对，我惊反命法，咱大家就照命法行。有问题，师傅爱打大头。哦，安那家属无这样做，问题家己去承担嘛。所以各位，咱风水命法包罗万象，唔是干呐我看方向尔呢，过来主强。头前、厝前呢，那吱吱叫叫，啊是门口出去呢，有莫打，啊水吓吓叫，啊是门对出去，落枪，啊是厝角尖尖，啊是落壁刀，落钱，枪就还是这间厝大金未平安。易经，热心脑这现象的人，啊恁有诶呢？啊！除了门头顶挂一块镜，挂镜用反射，触角头前尖尖电锯条啊，啊是电塔，啊是触角壁刀一时啊，你门头顶挂一块圆的镜，中打一块一块银红纸个打，你个做选75中到时，你这个镜你先照日头，日头照个头前尖尖的所在。最起码照一下一分钟以上，刷起的血，你个安起自然就好去啊。免讲去画什么山水画拢免，家己一滴镜就足有效啊。王禅老祖所传落来妙法。啊，厝前呢，哈、啊，咱想法爱清气，咱砖卡包括弯刀嘛同款，弯刀是南道中寮九二一地洞的所在。吼、哦，阮家个严重，吼、哦，即摆呢，阮厝边个倒啊，吼、哦，因为倒了呀，啊，所以边个倒啊，他个哩哩哩，哦，啊，所以，咱所住个环境啊，吼、哦，甲风水包罗万象嘛，啊，唔是讲干啦，哇，讲起来简单，啊，看这风向尔，啊，咱厝前。第九日的时候，阮装卡啦，啊，阮就一号头前咧，比例咧，
伊感觉看真爱看足好耍诶，人诶真好耍就对啦。感觉迄笔迄阵真深啊，伊无甲吞掉呢。好，到尾啊，我紧诶吞掉，家己只平安，那无咧，开始煞去会出来，人大未平安呢。所以咱头前那有笔哩，紧诶吞掉，迄嘛风水。在江华八卦山会堂诶所在。啊，足侪年前啊，吼，咱八卦山面呢，修法有咧震动的是啥呢？吼，咱一个信徒，伊头前呢都笔直顺，噔噔噔啊，弯弯来来，啊，真深，差不多三四尺深遐深。啊，那笔的时啊，啊，暗时咧，伊就感觉奇怪，那像拢对土脚人拢直直爬起来，足侪人哦，后青面鸟个，后衫呢，哦，紧张间咧走来问我，老师啊，啥代志？我厝前避迄所在吼，安尼吼，拢人对下骹走起来呢。迄歹面呢，歹面相看有够济咧。问我要安怎？我简单，速查，你甲压压甲用用诶，速查，速查好甲压压压压落。啊，然后咧，啊你烧只银纸，你莫烧手金哦。烧四方金，烧银纸，烧烧诶，讲只好，只好也滴啊，地府阴灵诶，只好恁诶，烧烧甲倒倒来甲吞吞掉，好呀，即嘛风水呢，足简单诶道理呀。所以咱厝前闹啥过样，咱爱注意。厝前假使咱若有向我喊咧，咱会当吞甲吞落掉。厝前若垃圾，咱整理要清气。尽量清气，出门就顺时，就平安。啊，这两点啊内底咧，垃圾家内未安。两点以外，吼、哦，咱若看垃圾的，变好清气，自然出外会顺时，靠人缘会听，得人听。这足准的，足准的，我印象有够侪啊。要咱量平，量爱多，量多。咱有一句话，大家嘛知影。好，良惊草，好惊猫。良草者，咱做便所，便所无要紧，上惊化学菌。咱便所伫良平，无关系，你化学菌甲拖到好平就好啊。上要紧就迄个大学个，大学迄个就大学。哦，这里咧化学菌，你个用个就是，免个哎呦，恁到那便所良平。咱即摆会经啊厕所两边无代志，化骨拖个好病就无事啊啦，足简单嘞。即摆真侪人起厝建筑师，国家政策好什么用建筑遐个规划设计规定讲便所骨爱插头前，即种人足无智慧个人，什么工程师根本一撮都毋捌个人，毋是工程师。咱个两点啊头前创。便所化困，出门打便所，难免起痟，都冤过起错。现在足侪人厝安尼，建筑师话干嘛？我切别，我会去一家己建筑师工会，我教恁设计，恁就较拜托较差不多咧。吼、哦，恁无我操，政府就头前要抽方便，要抽一世人抽几届？我打便所一世人，还当二十年之后才抽两届尔咧。啊，也未差哩，因为我一口罩无人个尔。阿弥大侠个遐大阵，是毋是？啊，所以即真侪人，你若看了头前，若有便所放头前个呢，你要买厝，家讲你家改后壁，若无偌济钱，改我扣起来，你改后壁，你的平安，你的平安，社会的福气，你的平安，国家的福气呢？咱无看了遐尼，看了遐个自私自利的看法啦。咱一个人成功成就。会当栽培国家偌济人的就业机会咧？若是一个人未平安，因为伊未平安，拖累着偌济人诶，是毋是安尼？这是风水的妙法啊嘛！要咱两边闹，所有洗衫机、电视机、冷气机，哈，这些都会当啊！你尽量甲安伫两边上介好，万不得你爱安伫好边的时。啊！咱厝店面安个好平个时，无紧，你若来切，恁去切叮当只，咱好平这边个安一个吊丝嘛可以，
只要是好转，你就会平衡落来。电灯，对，你若是切进去，你就会记得含电风做一切。那么上好食，电风的线含进去，牵钢条，你进去切的，遐就叮当啊，安尼拢无代志啊。啊，好病惊动，好惊动，你看咱做是工厂，设计拢设计唔对的。哎呀，我工厂吼，我办公厅都爱在凉平，结果伫凉平，机器就变好平。好东西啊，大经做甲细经，细经做甲无半经。哦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咱过去，咱也会在拢在凉平。你在凉平所当者，你事业愈做愈发展。你若好平愈当者，愈做事业愈稀微。这我执这侪年的经验。咱的新竹科学园区工业研究院，哈，杜亮恒中心量测中心的主任，哈，徐章博士，我的地主，在八年前我去遐个演讲诶，因遐都300多个博士，拢是科学园区的辅导者诶，香香。开始咧，我去演讲着风水学诶时，因遐咧拢一个读书，我讲恁要读，讲了才读，哦。啊！恁听，听到若有趣味，恁就继续听；若无趣味，后抓我无要来，恁就免来。啊！所以啊，歹势啊，啊，就听。我讲恁所有辅导的工厂，若有啥物现象啊，拢做袂起来；若有啥现象做啊足好，规个拢静了。哎呦，个人想，无唔对啊！我辅导已经机器拢是好评。我足艰苦辅导的，哦，哎个哇，我遐足好辅导的，做一个结论，所有机器伫两边当，工厂两边当，愈做愈烦，伫好边做诶，愈做愈实愈差，这是风水嘛，这是科学。当然正边好边是 minus 的电，两边是 plus 的电 ，plus 爱动 ，minus 爱静，安尼尔。再来咱人诶手。左边是量，咱左手量属量的手，量当者有贵人，量当者柔，好当者恶，好当者黑光自在呀。啊，你看，咱一个人有当时啊手真高个，正手的人，吼，伊一定有当时啊伊的心性，有下子会较白。咱看人家境，你讲你出去看，讲话拢正手安尼人吼，你要该做生意要注意哦。迄种你拢唔通要该做生意啊！你要该做事业做生意啊，你都要准备了钱啊！迄种人较白较白，会记了。等恁囝恁孙啊，吼，你甲教讲看人最基本的讲话条件，那正面拢安尼讲，安尼是无问题啦。安那我迄种人拢嘿叫较卖搞咧。恁老求求恁囝，大家都赚几下机会啊咧？是不是？啊，因为恁来遮来拜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好平好动就恶，动者黑光自在，动者兵起主，罗起主。所以向出嚟，好平管厝人管者，好平机器当者，好平厝管者，还是看出嚟就，好家头者。啊，咱做生意会有出嚟钱无几百。啊！你的师傅，你作派，因心未稳定，师傅莫名其妙，师傅的心境莫名其妙，我都控制着家己，这就是互动的厉害关的。过来交点，咱的心，咱的心是无基础，咱天道甲咱传的无基础，无基者中道，咱厝的正中心，一间厝的正中心，一间厝的正中心也是啊，咱即摆真侪人。厝咧，原来起无落大根，起好，才阁增建退后出嚟的时，结果化学伫正中，迄种胃肠歹，胃肠歹，胃歹，胃歹，就会起到心浊，会惊惊吓吓，心浊惊惊吓吓，闹到幻想，哈、啊，神经病、精神病、神经病，拢到位，哦，迄个足危险的，是厝咧伫正中。出来咧正中啊，咱淡水袂使咧变数咧正中，化学当中，咱机器咧动，砰砰砰，无带正中，
哈，而且咧，洗衫机咱厝洗衫机啊，卖一间厝的前后算起来，妞妞的价同洗衫机、脱水机，哈，咱冰箱上好咱卖住厝的这间厝的价同，去影响着咱人的，哈，做心脏、咱的胃，啊，甲包括着咱的油脂，有当时啊，真搞笑，拢会发生出来。咱风水讲起来遮简单，风水车，吼、哦，一部车要用无十页，但是这十页讲起来真简单。啊，但是咧，咱也无经过咱一个名师，吼、哦，甲咱一一甲咱解说的时啊，咱要安全了解搁较济咧，吼、哦，咱可能较困难。所以今日咧，咱遮好一年来到新城的所在，吼、哦，来遮咧。哈、啊，咧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，咱目的就是讲圣贤、贵国先师、王禅老祖所留落来妙法，哈、啊，咱应该爱普传。要普传的中间呢，咱爱有缘的人，啊，有缘的人啊，啊，有时间、有缘、够兴趣，咱共同来学习。目前呢，甲咱学习易经的学生呢。将近要到五千名，要到五千个专升开课。伫八月十七日，伫咱象鼻山县文市诶，下来举办啊一个结业毕业典礼，啊一届第一届诶毕业典礼，学员已经着1500多名，啊咱呢啊姚嘉文呢啊考试伊诶院长啊，足欢喜讲老师，安尼我来参加。往后啊，哈，上好你换颁奖的颁毕业证书嘛，未歹，哈，迄个国家级的下考试拢及格，1500多名，明年嘛有一阵，后年一阵，欢迎各位，咱当年咧，咱拢来参加，然后一年参加读易经的妙法，啊，易经的妙法是咱每个人，好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。然后帮助他人的不义法门，神在天顶，明师在山顶。啊，那么要找神甲找明师，要找咧有时有准，要找到有当真困难。那么上好的方法是找起自己的本心，家己来学道，家己来学易经。咱今日新社向这所在咧开这讲座咧，咱的目的欢迎更多人。来读这易经，啊！只啊，祝福各位，谢谢各位。